所谓岛国是指一个国家的主要领土坐落在一个或多个岛屿之上，但并不是所有的岛国都与邻国以海洋为界，在某些岛屿上就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，彼此间以陆地接壤。比如新几内亚岛，陆地总面积 78.6万平方公里，被印尼和巴布新几内亚占据。加里曼丹岛总面积 74.8 万平方公里，印尼占 73%， 马来西亚 26%， 文莱 1%。爱尔兰岛总面积 8.2 万平方公里，爱尔兰占 83%， 英国占 17%。 伊斯帕尼奥拉岛总面积 7.4 万平方公里，多米尼加占 65%， 海地占 35%。 火地岛总面积 4.8 万平方公里，智利占 56%， 阿根廷占 44%。塞浦路斯岛总面积9234平方公里，塞浦路斯占 97%， 英国占 3%。 十巴迪岛总面积452平方公里，印尼占 55%， 马来西亚占 45%。 乌瑟多姆岛总面积445平方公里，德国占 79%， 波兰占 21%。圣马丁岛总面积92平方公里，法国占 61%， 荷兰占 39%。 另外还有几个面积不足1平方公里的就不列举了。